好，我是 Candy。 咁好多人都知道我最近就出了本美容分享书，就是《罗琳冻龄美魔法》。咁其实呢几年都好多人问我咧点样保养嘅，咁好多人会话啊，这个就是我三年前出的写真集，同而家样都好似冇乜分别喎。咁再睇翻我选美嗰阵时呢一张相，系咪大家都觉得分别都唔系好大啊？咁其实所以咧保养咧就好紧要嘅。咁平時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保養皮膚最緊要咧就係飲多啲水啦，每日起碼飲7至8杯啦，食多啲蔬果啦，飲湯水啦。咁除咗呢啲之外咧，我仲有一個秘訣嘅，一陣間即刻話俾大家知。我嘅秘訣咧就係嚟自德國嘅克蘭芝華 Rosettes 啦。咁其實喺我嘅記者會上邊咧，即係我嘅新書發布會上邊咧，我就俾咗好多朋友分享啦。咁佢哋個個都話咧好好用喎。咁不如我即時俾大家睇下點樣用法先。咁其實我都用咗成個星期，大家都見到啦，我用曬啦，得翻2支啦。咁佢咧會令到你嘅皮膚咧就會白滑啦、收緊啦。咁而家咧就試俾大家睇我擦喺頸嗰度啦。大家睇到佢嘅精華液咧係非常之容易吸收細緻嘅。咁我咧就會擦喺頸度向上啲咁樣樣，咁會令到你嘅頸紋啊變淡啦，會修護嘅作用啦，因為佢係細胞修復液啦，同埋亦都有美白啦，同埋緊緻。淡幼紋的功效真的非常之好的。裡面有珍貴的秘魯生物克蘭，克蘭是有極強的生命力和修復能力，幫助細胞自我修復，延緩細胞死亡的，還有獨家專利成分的 Easy Lines， 即時收緊皮膚。其實不單止可以擦頸的，全面都可以的，因為剛才我化了妝，所以單單就成塊擦在頸上。我在家裡就會擦在臉、頸、我的笑紋、頸紋都是會淡了的，持續用一個禮拜啦。大家都想用油好像我的凍齡肌膚，記得試一下啦。